一句话惹怒 coser， 因为我是男生嘛，然后可能就是，为什么男生要出这个？是不是娘娘腔？这是我非常讨厌的一个行为。人家出什么，到底关你什么事啊？出男角的时候说你好可爱哟、哦，很漂亮，我觉得很奇怪。cos 圈都是一些怪人吧，他们就会以偏概全。你出的很不像哎，你诋毁了我的偶像之类的。你怎么 P 那么大？模仿别人的妆，然后别人很好看，我很丑。批评长相吧，就是人身攻击啊！你出这个角色很难看哎，你这样为什么要出角？就是觉得很丑之类的。如果说你觉得我们很丑的话，那不然你来扮。例如说像什么，马铃没有奶奶，或者是说你的马铃线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会觉得就是